如何把制作好的 ODF 文件汇出成 PDF， 而且我们在这个地方必须要有浮水印，例如说我们就直接放阳明大学的 logo 都可以做到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如何做到这件事。所以我再花一点点时间讲一下，就是我的讲义哦，到时候这个会变成是结果页是一页，然后操作页是一页，操作页是一页，好，来去呈现我的讲义内容。首先，我们现在就来去看一下哦，如何把做好的刚刚的 1X1 这个档案汇出 PDF。第一件事情，我们要点选的是档案。那你现在会去思考为什么使用档案这个功能表？我还是要回归到以前 Word 2003那个时代。只要是跟档案相关的功能，一定放在档案下面。举例来说，我刚刚是不是要把做好的这个 1X1 这个档案，把它汇出变成 PDF 档案，所以当然都是跟档案有关系咯。好，所以点选档案底下的汇出成 PDF， 然后接下来呢，因为我希望制作浮水印，浮水印，那浮水印，各位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它大概会在什么地方。首先针对这个标签，你要先去选，好，那它是放在一般底下的易水印签署这边。那文字，比如说你放严禁拷贝，对不对？或者是阳明大学，confidential，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字眼。好，例如说，那我们就写那个自己的姓名，好，然后就直接点汇出，那当然你就会汇出成一个 PDF 档。我这边其实已经做好了一个 1X1， 所以你要不要在这边直接把档案名称改一下？例如说叫做之一，好，存档，这样我就完成了如何把一份LibreOffice Writer 所制作好的文件转档变成 PDF。 所以呢，我在这个地方针对这个档案快速点两下，你看是不是就出现我的姓名，每一页都会出现这个浮水印。好，提供给你们参考咯。所以现在就麻烦请你们把刚刚那一份 LibreOffice Writer 所产生的 1X1 这个 ODT 档案呢汇出，因为档案的汇出嘛，所以我们去想，就是在档案功能表、档案功能表底下找什么汇出成 PDF。